来关心宗教方面的消息。嘉义县方表示，农历七月时，针对七月中元拜祖先、敬拜好兄弟有传统的礼仪。今仔日农历十三起三天，县方庙举办佛道超度拔剑三条法会，和平将祝由法会仪式，对祖先消灾解厄、祝福保平安。信奉尊神日冠勇敢耶稣应召，江西信奉庙举办佛道超度拔剑大法会，超度亡魂，对世万亲祭祖。农历啊，七月十三、十四、十五，咱嘉义啊信奉庙啊举办超度拔剑佛道大法会。啊，今仔开始，啊，咱就请道教张德比法师啊，甲咱下做即个慈悲工程即个释师父来甲咱拜经拜忏超度即个亡者会当得到永生在极乐世界安尼即个佛前的超度咧，系三条的大法会做三工。针对七月中元拜祖先、敬拜好兄弟，有传统的礼仪。今仔日农历十三起三天到十五中元节，城隍庙的佛道超度拔剑三条法会，和平将祝由法会仪式，对祖先消灾解厄、祝福保平安。各位，七月十五是南屯县会，就是孝亲节，孝亲节思亲怀念咱的父母，咱的祖先。咱的阿公阿嬷，九贤七祖、英灵、宠物、长生六位，坐念靠普施，超生极乐世界，离苦得乐，帮你消灾解厄，祝福保平安。民众来参与占卜的物品，拍卜暗道，澎湃虔诚普渡。第十五祭拜完成以后，占卜人会当分回占卜品。如果无来领取，庙方将会做会为占卜者做功德，分送给弱势团体。新闻新闻，蔡明东，家己市采访报道。